嗨，欢迎来到伊莎实验室。你的眼睛还好吗？嘿，啊，画个圈圈，有猎物啊！伊莎，耶！欢迎来到伊莎实验室，我是你的健康管理员 Terry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有近视吗？哎，随便望去，旁边所有的朋友有高达90%以上人，通通都是近视眼啦。哎，只有少数的那个10%没有近视呢，它大概稀有的指数，就像台湾黑熊一样哦，要好好的保护哦。那今天要做一个眼力的测试呢，在测试的一刚开始，马上欢迎我们的伊莎实验室小白老鼠。第一位欢迎的是眼睛非常犀利的阿拉斯。沙宝马格拉的古拿古小阿拉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拉斯，欢迎。耶耶！欢迎的是非常有迷蒙眼神的阿米斯。Hello， 我是阿米斯。欢迎今天的健康专家眼科医师王孟奇王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眼科王孟奇医师。王医师好。好，我们先请教两位白老鼠们，都有近视吧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嗯、不愧是鹰眼。你真的没有？我大概上次量是1.0 1.0一点零哎，哇、啊欸，你真的算是台湾黑熊哎、欸、是没几只喽、嗯。那阿米是你这变色片嘛，很明显嘛。对对对，几度几度？300多300多。大概近视眼多久？从什么时候？好像从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读书很认真。哦、是写情书还是读书？差不多差不多。那你觉得近视眼最困扰的是什么？我觉得。其实是因为我们早上起来都要戴眼镜嘛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不方便，它会很磨。因为我应该那个叫做什么，散光很重，所以比方说我要拿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拿到别的东西，错焦了，对对对对，错焦。其实近视眼是真的蛮麻烦，不管是戴隐形眼镜或戴眼镜，像以前我们当选手的时候，我好讨厌戴眼镜，你知道吗？痘痘会长在哪里？长在这边边，对，然后鼻子这边会很痒，因为每天戴眼镜时间很久。所以你如果要戴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又怕那个感染跟发炎，那我就来请教一下王医师哦，在台湾近视的人口这么高啊，它的原因大概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教育普及，而且我们的课业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小朋友从小他就花很多时间在看书啊、写字啊、学才艺上面。那又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空间比较小，那缺乏户外活动。我们知道户外活动它可以减少近视发生的比例啦。那现在3C产品发生，这个发明了以后又是雪上加霜，因为小朋友从2岁3岁，他可能就是吃饭配手机啊，配 YouTube。那这样下来的话，越早近视，它度数加深的就会越快，将来变成高度近视的机会就会越高。是，那高度近视就会造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并发症。所以户外运动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了。那王医师提供几个眼部放松的方法给我们观众朋友。是的，第一个我会呼吁大家睡眠要充足，因为我们的眼睛跟大脑之后在睡眠的时候，它才可以进行一些修复的活动。是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适时的休息，大概30分钟要休息一下。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完电脑说啊，我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手机吧。啊，这不是休息，那不叫休息。对，我们要看6公尺以外的这个距离的东西，让我们的睫状肌可以放松一下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在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进行热敷，还有这个眼周的按摩，像我们可以按压一下我们的太阳穴啊，还有我们的内眼角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眉心的地方，这个骨头的地方，还有这个眼窝下面这个眼眶的这个地方。最后的话，我们常在盯着一个东西看，眼球都没有运动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转动我们的眼睛，就左三圈右三圈，慢慢的我们朝每一个方向慢慢的转动，然后左三圈右三圈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也不要转动的太快哦。阿老师，你眼球很灵活的方面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因为我常常在你的节目上看你翻白眼。
是不是眼球转动？哎、欸，提供个几个方法给观众朋友作为参考啦，不管是按摩啊、热敷啊、眼球转动都好。那今天的伊莎实验室要来测试什么呢？测试你的眼力好不好？第一个我们要测试的叫做舞动成语。什么是舞动成语呢？两位白老鼠听清楚啦，接下来会有两位舞者出来，他们身上分别布满了好几个国字。20个哦，两位身上加起来有20个，但是这20个国字呢，代表4句话，四句话，有可能是成语，有可能是生活用语之类的。好，你只有30秒的时间，然后呢，看他们身上各个位置，各个位置通通都有，前面有字板，然后呢，写下来，就把它写下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舞者请准备，写下，来哦，计时。30秒，请出题。哎呦，哦，哎，哇，你看我们这个 dancer 老师哈，是不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助教呢跳一跳之外呢，还有，哎，现在，哎，注意一下哦，哎呦，很多位置哦，哎呦，天哪，腋下哦，等一下，臀部哦，我觉得有犯规的嫌疑。天哪，哎哎，可以转一下，正面有背面哦。他的刘海挡住那个字啦，他刘海挡住就是要这样子，这是我们制作人想的，你想不到吧？看不到。4、3、2、1 ，Time's up！ 来，舞者老师请离场。先各自看一下你们答对几个字数，要答对一整句哦，一整句哦。对，好，两个人一起吧。好啦，翻了啦，翻了啦，翻了啦，算了。翻了啦，翻了，翻了啦，翻了啦，30秒都到了，不要再挣扎了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它是一个句子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是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先拼凑一下，然后我要写起来。欸、我是不是是？你这个是算命的那个木火水金的，对对对，我就是看我们老师今年的运势，就是对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的张。好，阿拉斯，我刚刚就看到火眼金睛，还有是在哈喽。哎，我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？有，为了阿米斯，好吧，因为阿米斯一句都不对。不是我想说是先。写起来，然后再拼凑。没有没有，那你这里的字你要怎么拼？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再多宽限一下你们10秒钟，好不好？好，两位白老鼠，今天的游戏是有奖金的哦，真的，是有比纳的哦。哎，麻烦投入三句，四句。哎呀，你不一样了，你眼神不一样。哎，哇塞，讲到钱你就整个起来了。但是阿米斯，我跟你讲吧。这个关卡没有奖金哦。好，哎，好了，10秒钟，加码比赛，来，我们请舞者老师，请准备，请出题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老师请离场。对啊，我越什么越啊越哎，你们都没有发现脚底啊，脚底也有，脚底也有啊。老师没有抬脚哎，有，他刚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这是健康节目吗？腋下也有。对，好了，两位请公布答案。我好像只有这两句比较完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拼不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，你有在录影吗？你是参加吗？没有啦，我的答案都在这里了。哎，好，你有看到举哦 ？OK， 好，来，我来公布答案好了。好好 ，OK， 阿拉斯，火眼金睛有答对。是在哈喽，答对，耶！哎，阿米斯一句都没有。那你知道另外头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举头怎么样？举头怎么样？5个字，5个字，举头，举头望明月。哦，有答对一题，有月啊，有月啊。还有一句，低头思故乡。没有啦，还有一个很难，还有一个很难，眉来眼去。没有。有，你回去看播出，好好好，回去看播出。好了，两个表现都还算不错了哈。阿米斯，麻烦投入。好 ，OK，OK。投入哦 ，OK。所以接下来是有奖金的。接下来是有奖金的，麻烦两位投入。OK， 马上进行我们的伊莎实验二。耶！伊莎实验二之天上掉下来的比啦，耶！是不是两位白老鼠？对，我们的这个节目相当的用心。在前方有没有看到这个高脚椅？好，工作人员已经在上面 standby 啦。待会呢，
他们会在这个上面呢喷钞票，好不好？里面呢听说150张钞票，哇！那你如果能够夹到一张钞票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获得实际的奖金，一张钞票50元。哎，一个便当就有了，一个便当。我大概夹80个，请大家吃便当。哇！哎，你讲到重点喽，里面有150张钞票，如果你150张都夹到的话，你最高奖金获得7500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150张全部夹到的话，那个制作单位给7500之外，等下怎么了？我再加码7500。哎，好，哎，15000哎，导播再加码7500。导播有答应吗？22500，导播有点头。导播有吗？有导播有点头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难的是我不会用筷子。对，你们的位置在哪里？在前面这个区域。其实这个位置，说真的，我蛮想给王医师一双筷子。一起。天上掉下来的比蜡，预备开始。哎，坏掉了。看准，一张50，一张50，阿米斯，阿拉斯，一张50，天哪，一张都没有，怎么回事？至少也一张吧，一张，不要太贪心，看一张就好了，一张就好了。现在张数我看应该已经破100张了，好，要不然究竟能够，哎，掉到身上的，你让它掉到自己身上嘛，然后再夹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好。150张全数结束，来，两位这边请。阿老师，你不会用筷子，你还可以夹到一张哦。这个是刚刚地上捡的。真的好难哦。啊，算了，真的吗？太难了，可以好吗？那我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怎么样？能够在地上夹出一张就好了，50块。好了，两张，哎，这额外加码了，哎，这好难哦，哎，对了 ，OK， 好，两位都不错了，50块，好不好？各自获得50块，谢谢，等一下，50块我们要签劳保哦，50块签劳保 ，OK， 恭喜两位了，其实表现都不错，算是都有夹到，只是刚好哎都溜掉而已，对，两位的眼力都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王医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还有什么方式呢，对你的这个眼球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呢？我想我们要摄取一些营养哈，譬如说像叶黄素这种。自己人体不能生成，一定要从食物摄取的哈。那我们可以从一些绿叶的蔬菜啊，譬如说菠菜、芥蓝菜、橄榄菜这种很绿的蔬菜，或绿色花椰菜，还有鸡蛋的蛋黄啦。那像那个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这样的蔬果，它也有很多的类胡萝卜素跟花青素，对我们眼睛都很好。那在动物类的方面，我们可以摄取一些深海的鱼类，譬如说。鲑鱼啊，尾鱼啊，青鱼，好，这些都含有很大量的这个 EDA、PHA 哈，这些 Omega 3的脂肪酸，对我们的眼睛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注意。是，谢谢王医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记得营养的补充也是很重要啦，当然适度的要把你的眼睛放轻松一下哦，因为你每天呢使用眼睛的时间相当的高。偶尔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打开之后呢，你会更有精神。眼球动完了，接下来该你的身体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喽。换上运动服，跟着我们一起一撒一撒，动子动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凯竹，我是黑妞江老师，今天准备动了吗？先介绍我今天的助教，我的右边。沙宝，我是台东达鲁马克，也是卢凯竹的南阿洛。我的左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莲玉里的阿美族，我叫哈娜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在主运动之前，我们要先进行我们的暖身。来，我们一起两脚打开。一下，一下，手肘肩膀放松。带上脚，身体放柔软，双手往上吸气，来往下蹲，身体慢慢下来，卷起来，踩4步，各点一个，
手叉腰，往后退两步，退退前进，旁边再一次，往后打开，拆开，前进，肩膀往后，蹲低推胸，换另外一边的肩膀，往前踩一步，手好，身体摆动，肩膀再次往后，斜的推胸，换另外一个肩膀，再蹲低，全部加起来，侧点，手打开，往后退退手，往前，再一次旁边，手可以摆高，来用臀部推，脚往前，把我们的双手往上，好，身体抖动了，脚打开，手肘慢的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再把脚打开，蹲低，加上我们的脚拉长，身体放柔软，往上吸气，好，蹲下来，胸口卷起来，走步，我们再从头侧点，可以搭一点，退后两步，开开，前进，小拉长，往后，肩关节暖身，往后，蹲低推胸，左边，右脚往前，手往上，摇摆，肩膀再次往后拉，斜的，左肩，侧点加手，往后用推的，再回来，可以加大一点，暖身，把身体热起来，往后，脚往前，双手推上，脚打开，手肘慢的，我们的暖身，我们的暖身的音乐非常的特殊，双手打开，膝盖弯，手撑着大腿，再蹲低，转向，脚跟踩稳，往下拉起来，转向我，还是维持蹲，左手手肘，轻轻的往下蹲，左肩摇摆，再次双手打开，膝盖弯，手撑着，可以再蹲低，转向，拉我们的小腿，手下来，转向我，嘿，身体热了吗？在我们的主运动之前，我们先做几个动作，来擦点，这个第一个，右边滑滑，打开，交叉，慢动作，好，再一次，左脚然后先下，再往外打开，右脚交叉，还有
好，来，双手往上，把把把把把把，然后脚打打打打，准备好了吗？等我们的下一首主运动来喽。喂，啊，你在哪里？什么？你要跟我分手？失恋就要跟我们一起跳，准备好了吗？热血，你和我，滑，开左脚，往左边，再开，右。右脚往前，这是一条往右边转，属于你和我。左脚，铃声响起，那就左边是情话悄悄说。推右手，除了我们别人前交叉占有画一圈。左手，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够。我身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走两步，摇摆。左脚，哈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走，往前走。这是一条情感的小路，联系你和我。左边，思念时刻拿起话筒，热线来了，准备推了。情意霎时化成小雨，交响在心头。左边，一段是你。一段是我，热线你和我，哈哈哈，摇摆和我，嘿嘿，哈哈哈，热线你和我，双手拉起来，下，再一次，点右脚，转向后面，双手拉起来。右脚，我们左边来滑，打开，嘿，一起唱歌咯，往前走。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，属于你和我。左边，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推，除了我们，别人休想占有半秒钟。左边，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够。哈哈哈哈哈，摇摆和我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继续哈哈，一起唱歌来。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再来再来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，哈不完哈不完，嗨，失恋就要跟我们一起跳，我们所有的完整舞蹈动作，除了在我们的圆明台电视台，也在我们的 YouTube。FB 都可以搜寻到，一傻一傻东子东，下次见。